觉得很激动，因为没有想到自己能两局就拿下比赛，所以当时可能一下子释放的时候，整个人就软掉了，就整个人软到地上了，对，很兴奋。我其实没有，因为我觉得他毕竟整体打球起来的感觉是比我还要稳定的，那我觉得自己也是要去向他学习，觉得就是自己的失误还是可以再更少一点。觉得更加相比去年我自己更加成熟了吧，也更加全面，所以有一些进步吧自己。